我从上上礼拜一，就是公演结束的隔天，喉咙就开始痛，然后就一直不舒服，然后看了三次医生都没有好，然后到昨天晚上对我打了一个喷嚏。我常常都是这样子，我就是要感冒之前，我就可能打了一个喷嚏，然后就开始感冒了。所以每次打喷嚏的时候，但是我自己感受得出来，就是有时候打喷嚏可能只是空气不好或者是变天过敏的那种喷嚏就不一样，可是有时候打那喷嚏打完就知道啊，完了，一定要感冒，可能今天有受凉还是干嘛的。对，但这次感冒其实有点没有征兆的，突然就是公演结束隔天突然就喉咙痛，然后一直都，而且我很久没有拖这么久的感冒，就是整整两个星期。反正就昨天晚上打了一个喷嚏之后，打了那一下，而且蛮大一个喷嚏的，就是大概可以震，因为我们是公寓嘛，大概我家在五楼，大概从我家五楼震到一楼的那种喷嚏。然后打完的时候，我其实我有点啊，就是我感冒要好了的这个感觉，对。就今天早上起来就哎，好像真的好很多，不过我今天早上还是在吞了一颗胶囊。对，想说还是吃一下比较安心。对，然后晚餐就没有再吃药了，因为感觉好像真的恢复的差不多了。好热哦，因为直播可能有打灯，因为我原本因为最近台风嘛，然后就蛮凉的，不需要开冷气。可是我每次一直播，我只要一跟你们聊天，我就很热哎，手机也跟着热。我觉得我等一下。让我去开一下电风扇，我现在开始流汗了。让我们来听Natalie的新歌，而且它也不算新歌嘛，应该也出了好几个星期了。反正我今天才听Natalie的新歌《金木犀》，然后我去开一下电风扇，我真的 so hot。我顺便去拿个。Hello， 小姐晚安。对，我每次直播就很热。阿鹏鹏晚安。我真的好喜欢Natalie的声音。加入特晚安。等一个人的咖啡晚安。我刚刚直播前我还特地送手机进冰箱哎，今天怎么那么 ？Oh my god！ 难道是老天在提醒我要换电池了吗？好啦，我看一下能不能预约到这个礼拜去换一下。谢谢坚汉的小号角，谢谢邱志恒的金针花瓣，冰枕正在救援，希望我等一下不会被关闭。好热好热，谢谢欧比昂的金针花瓣，还真的冰冰箱，因为我知道。直播很容易卡嘛，然后我刚刚直播前我发现手机就还蛮烫，然后我就把手机
我先把所有应用程式都关掉，然后重新开机一次，然后再丢进冰箱。结果刚刚开播还是卡了。换 iPhone 15不可能，我不可能，我打算我这手机要撑到，我看能不能撑到20哎、欸，我是不会轻易换手机的，除非我弄不见，没有钱换。我今天伙食费花了100块，早午餐吃了那个唯一蛋堡40元。然后晚餐是60元的便当，对，今天都是外食，因为就我平常很懒得出门嘛，然后今天刚好都在外面，所以就想说，因为我接下来2、3、4、5，基本上应该是不太会出门，对，所以就想说，那今天就久违的买一下外食。这样，那之后应该都是吃蔬菜锅。该乖的时候不乖，手机算不算一种臭直男？该乖的时候不乖，可是臭直男的定义是该乖的时候不乖吗？我对臭直男的定义不是这样哎、欸。我觉得臭直男的定义应该是指就跟乖不乖无关，比较是看不懂女生的小巧思，对我来说才是直男。对，乖不乖我觉得这个是跟个性比较有关吧。连续不出门不会想走走吗？不会啊。你们忘记那时候疫情高峰的时候啊，我怎么今天疫？我那时候疫情高峰的时候，我好像半个多月没出门，还是有到一个月，我忘记了。反正好快乐，因为我每天在家就是有做不完的事情。男跟臭直男的区别，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比较不懂得女生的心的话，就是直男。但是我就是被我讲过说，哎，你是直男，怎么不懂女生的心？这样子，然后大概被我讲超过三次，我就会说是臭直男，就是你懂吗？前面三次我在给你机会，就说哎、欸、你是直男，你最好要懂一下女生在想什么，这样子，就是前面是在好言相劝，但是如果超过三次你还是听不懂，那就人是有耐心的嘛，因为我自己是事不过三，我会通常都会就是忍耐，会有三次机会，但是我已经说过你三次直男，你还是不懂的话。我就会直接就是生气嘛，生气我就会说臭直男这样，对我来说是这样啦，但是每个人的定义本来就不太一样。但是因为我其实我也在就是在锻炼自己的 EQ， 对不起哦，今天直播真的是有点卡。现在是不是只能靠让系统通知开播？还有我的 IG 限动，我有发这周的直播时间啊。这周直播时间是135晚上9点，很规律吧？就是大家每个135就是都会想到 Mina。三个直男合成一个臭直男，差不多是这样。但我自己都觉得我的那个修行还不够，就是特别，因为像我就说了，就是在兜圈上面，就是跟大家相处的频率变高之后，我就是渐渐会看到大家的一些缺点，就是因为可能平常跟大家久久见一次面，就会觉得哎，好像因为久久没有见面，就会特别的想念嘛。可是现在就是在兜粉上，
就是因为相处过于频繁，就是导致很多原本没有被放大的缺点都被放大了。其实可能人跟人相处都是这样吗？我不太知道，我不知道在恋爱中是怎么样。然后就我跟家人相处，我跟奶奶也是这样，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应该说以前奶奶还没有交男朋友的时候，那她每天下班都是回家的，然后跟我相处的时候，因为我们就常常会有很多就是需要磨合的东西吧，就是生活习惯什么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就蛮常会吵架的。然后因为奶奶跟我的脾气都算是比较硬一点的吧，我们谁也不让谁，就常常会吵架。对，然后可是自从他就是跟爷爷交往之后，那他就变成可能一个礼拜待在家的天数可能只有3天4天，然后这种就是频率，就相处的频率变低了以后，我们就比较几乎没有在吵架了。对，而且因为他待在家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跟爷爷就是情话绵绵，就是热线连线这样子，所以其实也不太会跟我讲太多的话，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距离产生美感嘛，就是跟家人也是这样，就是每天腻在一起，就是会很容易吵架。然后我最近在，也不是最近，就是在好一阵子，就是在兜粉上一直有一种，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相处的过于频繁，就是导致很多的，就是原本没有那么被放大的缺点都变得很明显，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不可以，就是因为可能比较有些粉丝是真的比较偏直男一点，就不是那么 get 到我想讲什么。对，可是我可能一开始会有点小脾气，就是为什么大家不认真看我上面打什么，为什么大家不认真听我讲话这样子。可是我又觉得其实好像不会讲话，对，可能是特定某几个人，但是我却要就是在聊天是可能就是让其他人也有不好的感受吗？我就觉得这样子不太好，所以我现在有改变模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可能我就不会像之前看到每一个留言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回复这样子，就是我如果看到我觉得就是不是很认真看到，有时候我就懒得讲，我就略过这样子。对，其实在兜圈上，虽然现在有100个会员，但是其实每次互动的粉丝就是固定那几个，我就想说怎么样，其他人都死了吗？其他为什么都不跟我聊天？你们加会员就为了看我们的笑话是不是？就是我跟愿意互动的粉丝，就我们是这出闹剧里面的演员跟配角嘛，就是其他人倒是说说话，你们是在看我们演戏嘛，看我们笑话嘛？真的，一堆人都在给我潜水耶，可以多上来互动一下嘛，真的是吼。工作很长 miss， 那大家什么时间会比较会回讯息？不是啊，但晚上也没有比较多人回复啊。Oh my god！ 啊，我刚刚这个冰枕呢，它差点拿不起来，它粘在手机上，我不知道怎么会粘着，吓死我了。但是它水快滴下来了，我要怕等下进水先擦一下。吃瓜群众总是比较多的，大家多跟我互动一下嘛，不然每次我都要为了那些小部分的直男粉生气。我的网络今天为什么一直不稳啊？
谢谢迷失的金针花瓣。每个话题都能参与，我好不认同哦。我在聊聊上又没有跟你们聊什么，很难，就是可能音乐圈的专业术语还是什么，就是明明就只是聊一些日常，今天吃了什么，然后感冒了，然后再想要不要再看一次医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明明都是很日常生活的琐事啊。下雨天网络会比较不稳定，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家现在这边还有没有下雨，因为今天一整天都一直是一个毛毛细雨的状态。有人就天生话少，但就还是希望大家，对嘛，都加会员了就多互动一下嘛。没看《银魂》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大部分人都没看嘛，就只有我《银魂》都多少年了，我现在才看。我只是做一个记录，想跟大家分享而已，没有说要回应我什么啊。讲这个适不适合，因为就可能不是大家都有用兜粉，因为我在就在想我是不是我的聊，我在用兜粉的聊聊的频率是就是算是高吗，就是是算高还是低，然后会不会，对啊，就大家就是觉得没有很想要一直聊。谢谢博成的告白气球。算高吗？是我很担心聊天的频率太高，其实大家没有那么喜欢，就像刚刚大家说，可能就不知道要回什么还是怎么样。谢谢天竺鼠的红玫瑰，谢谢智的冲浪成功，谢谢郑远的告白气球。因为我对我也是觉得就是大家想聊就聊，就是我只是可能跟大家分享，可能早上跟大家说个早安啊，然后分享一下今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就这样而已，然后没有要大家特别的，大家都不回应我也没有关系，就是有时候只是想聊聊而已，就这样子而已。就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话题或是插不上话然后硬聊，我反而会觉得就是哎，这个人很明显看不懂我们在聊什么，然后硬聊，我就会觉得就是在我心里扣分哦，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多缺点被放大，我就觉得这个人根本没有懂我说什么，然后硬聊，就是对我来说会反而是扣分的。对，所以我也很担心，就是又比如说我讲了我会扣分，就是我会在心里默默的扣分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大家就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大家不太敢发言，对，怕讲错话 Mina 要叫我去跳海了什么。但我只想说有时候我真的只是很单纯的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是记录一下而已，因为我没有那么常发 IG 的就是限动，我比较不常在就是公开社群分享事情，就是我其实算是比较低调一点的人嘛，比较注重隐私，就是我很多事情我可能就是我不喜欢公开说，就是可是我会想跟我比较信任的好朋友分享就好。对，那加入我兜粉的会员对我来说也是比较亲近的粉丝们，所以我才会就是小事想跟你们分享，但是没有说你们一定要
就是回应我什么，就是我只是想分享，就是分享完我就很开心，就是因为我平常也话不多，我平常就是也没有出门，然后也不太，就是我不太讲话这样子，所以多粉对我来说，我只是想要讲讲话而已，所以并没有说你们一定要想说啊，我要回应什么这样子，对，就是是轻松的，大家不要有压力。谢谢 Sam 的告白气球。Hello， 兔子晚安。被扣分可以加回来吗？是可以的，但是很少有人会加回来耶，就是因为通常会被扣分人，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没有意识啊，自己的话其实就是蛮伤人的，然后所以就只会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所以只会越扣越多。我这样大家更害怕了吧？好，明天开始我的那个兜粉聊聊，都只有我一个人说话，没有人要回应，不就都越来越低？没有啊，我是说很少有是加分的，又不是说没有。而且我自己，对，我自己很特别不理解的，就是很常在聊聊上有人误，就是我没有讲过的话有人在造谣，我是真的也会有一点微，就很问号吧，就比如说今天是星期一嘛，然后就有人说今天星期一没有要练舞，那应该就可以好好休息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想说我又没有说星期一不用练舞，就是谁告诉你们成员就有假日练舞，我们平日也会练习啊，就是为什么没有的事情，然后就是有人可以自己编故事出来，然后我就觉得言论是很可怕的。对，然后我今天讲，但我之后可能不会特别回，但我就是觉得就是很常有我没有说的事情，但是就是被胡乱揣测，我觉得是很不好受的。就是有时候我平日很忙嘛，但是我就说过了，我就算不出门，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很多事情是我个人私人的事情，我不一定要全部告诉你们说我今天在干嘛干嘛这样子，但是我没有告诉你们不代表我就在家就是没有事做无所事事啊，就是我会觉得很，我没有特别说就认为我是在无所事事，会让我觉得很受伤。对，而且偶像本来就有很多不能告诉你们的事情，对，但是这些事情就是等我以后，对，我之前说再过几年可以告诉你们嘛，但就不是现在，所以不要再逼我了。不觉得米粉也是伤痕累累吗？有吗？有吗？谁受伤了？说出来听听。就每次有那种留言的时候，我都觉得是故意要试探我的隐私，故意讲的还是怎么样？就是没有，你明明没有说过的话被别人乱说，但是因为今天我还只是一个小咖，我是一个。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就是一个 Z 咖，
我是个 Z 咖而已，所以就是我可能人家讲这些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nobody care。 但如果好了，那就是以后的事情，如果以后我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别人的造谣可能就会对我造成伤害，但我当然是希望不要。今天的网路好卡哦。人言可畏啊，谢谢天竺鼠的金针花瓣。对，反正就是目前豆粉上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我就有在改变我的就是回应方式跟频率吧。对，画面很卡哦。听说嘟嘴就会不卡了，来试试。谢谢阿凯的闪烁烟火哦。我今天的嘴巴很啾啾哦，油油亮亮的。我看到吗？因为我今天涂了三层的唇膏。里面是一层，然后外面再一层，然后上面这里在上面跟下面再上浅浅的，会看起来更亮亮的。有看到吗？嗯，嘟的瞬间有顺，有吗？有吗？谢谢 QNK 的啾啾牛，耶耶耶！叫叫个，他进来。好猪，肥猪猪，左左木。因为今天的重点是唇彩。今天眼睛没有很认真画，今天的重点是嘴白。越动越卡，哈，又卡了吗？他们是耶耶耶，就这么，跟偷吃鸡腿一样的油量。今天晚餐我差点就点了炸鸡腿，因为我生病两个星期嘛，然后就是医生交代不能吃甜，不能吃辣，不能吃炸，就是两个礼拜吃的算是清淡，但算中间有偷吃巧克力，然后还偷吃了一次那个饼干，但是平常都还算听话啦。然后今天就因为晚餐去买便当，然后就看到那个刚炸出来的鸡腿，就啊，好想好久没吃，好想吃哦。可是就是出于那个你知道，就是罪恶感太重了，所以最后还是点了嫩煎的鸡腿排。对，就是很久没吃一样东西，就会突然很想吃啊。我真的很久没有吃炸的。哦，就像我昨天不是煮了泡面，因为昨天是台风天嘛，然后就因为真的很久很久，我真的有大半年没有吃泡面了，因为泡面就是比较据说不太健康，所以平常很少吃，平常都是对，都是吃一些蔬菜汤、健身减肥餐。但是因为台风天，我又没有放台风假，所以我就
特别的想要吃泡面，就是有一个对台风的感觉，而且加可以自己加很多料。乌起，晚安。里面有多加什么料吗？一定要加蛋，一定要加蛋，加蛋加蛋，一定要加蛋。然后青菜营养均衡嘛，然后跟加了一颗丸子跟长肠，对，长太郎，然后还有再加了一片 cheese， 对，就是很罪恶的。其实泡面人家说不要太常吃，因为不太健康，是因为它就只有淀粉，可是你自己在家煮的话，你再加这些就是青菜啊或是肉片什么，就是它就没有，它其实也没那么不营养啦。 Oh my god， 我的直播是不是还在卡？他妈谁耶耶耶，金针菇没有加，因为金针菇吃完了，今天本来想要买金针菇，可是金针菇一包12块，我买不下去。金针菇平常特价是一包10块钱或是更低，有时候特价才6块7块钱的东西，它卖到12块钱我是不会买的。对，就可能因为台风天吧，就是最近的那个蔬菜水果都蛮贵的，不知道，所以就没有买金针菇。18块钱的那个是有机金针菇，它好像也比较大包一点，但是因为我通常都是我一个人煮自己吃嘛，所以买小包的那种比较对我来说比较方便。你哪间也不是啊，就是如果今天真的叶菜类什么都很贵的话，我还是会买金针菇，还有那个豆芽，对。因为这个就是叶菜类很贵的时候，还就是不会贵到哪去的东西。还有俊生晚安，我今天直播一直卡。会加茶叶蛋吗？你什么在泡面里面加茶叶蛋吗？我没有试过哎，我觉得茶叶蛋味道太重了，加进去好出戏哦，就是它是分开的两个东西。高丽菜一颗200还是400？怎么可能？全连一颗也才卖八十块，还是88？怎么会卖到那么贵？但是高丽菜一颗高于50，我其实就不会买了，因为高丽菜便宜的时候一斤不到10块钱，那买起来可以吃很久，而且高丽菜又很耐放，一颗要卖超过50，我就不买了。菜价已经那么高了，我觉得是新闻报的，不知道是哪边卖的那么贵。反正全年的话也才卖80几块钱而已，卖到200也太夸张了吧？是黑店吧？就像那个啊，自助餐，常常不是网友都会 po 自己今天去自助餐，然后才加几样菜，然后就多少500块哦。这完全是看店家的良心吧，就是。也不能说一个便当哦，买了500块，就说天哪，现在便当已经涨成这样。现在台湾的物价没有，那只是小部分的店，这不代表所有便当店都是这样。对，新闻报的都是最贵，你会看到你吓死了，你以为现在世界已经变成，就是讲说，是我停留在上个世纪吗？怎么已经涨成这样？没有，那只是新闻报的，你会觉得哇，很夸张。这常常真的是。可能网络上流传什么什么什么之后，大家缺职啊，然后大家就开始疯狂抢购，就是不知道什么都哪里来的这些新闻，然后大家传一传之后，就架上被扫购一空，就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缺。
百块，我真的我可以去吃。现在还有499的吃到饱吗？就是我宁可去吃那个。全联中午有60元便当，全联的便当不好吃哎、欸，不好吃哎、欸。也许有好吃，但是我之前买过的，我记得是没有很好吃。499吃到饱是电信吗？也是有啦，也是有啦。499跟500差在哪？差1块钱呢、啊？我数学没有那么差好吗？我吃过最贵便当是多少钱？我吃过最贵便当可能80，我自己买过最贵好像是85，对，85我就觉得已经是我的最大值，因为如果超过的话我就宁可自己煮，对，因为有时候会买便当是因为我自己煮，可能那时候菜价很贵，我自己煮可能价钱也差不多，我还要加上我的就是时间啊瓦斯费什么的，可能我自己煮也可能也得花个70-80块，那我还不如外面买一个便当。对，可是如果超过这个价钱的话，我就宁可自己回家煮。对，我自己买的话大概是85左右，可是如果是我吃过最贵便当，那可能是阿悲伤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一起生演唱会送，就是送我们的那个什么干杯的便当，听说那个一个好像好几百块，蛮贵的。对，应该是那个。台北有80的便当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没有在台北市买过便当，好像没有。因为我家是新北嘛，新北的话，其实我自己晚餐买便当是60块而已，就是在新北的话，其实好像没有很少看到超过80的便当。对，全年买泡面超便宜，就泡面本来就不贵啊，不过还是要看什么牌子啊，也是有比较贵的泡面啊，因为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吃韩国的那种 Q 面，对，就是吃起来特别有嚼劲，而且因为现在中原普渡嘛，就是泡面啊饼干类什么都特价，蛮便宜的，最近也买了好多囤货了。全联的面包很难吃，我觉得还行哎，要看买什么。我自己蛮常买吐司的，我很喜欢全联的那个鲜奶豆浆吐司，而且它现在好像到9月7号都有特价，一包38块钱，所以大家可以存起来。那个真的很好吃哎，就是有一个香气。炒泡面，我好像很少，我吃过炒泡面吗？好像炒泡面我本身不太会想吃这个东西，因为我自己是超级爱喝汤的，对，就是我很爱喝汤，就是每天可以喝一大锅汤。奶奶都说我是水桶啊，所以既然是泡面的话，我就是要对，其实泡面的汤喝其实不太好，对，但是就是。比起干的，我比较喜欢有汤啦，就是比较好入口。公司拜拜的普渡品，你那有带回家吗？公司拜拜的普渡品，我很久没有进公司，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怎么想呢？我跟公司比较，就是没有什么关联。就是平常我不会进公司，就是。平常会进公司可能会是组长或是队长之类的吧，就是他们比较会跟公司有关联，对，但是我就是我基本上我不管事，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公司发生什么事情，团里发生什么事，就我啥都不知道，我是一个
我虽然在团里是姐姐，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管事，所以我其实我平常也不会进公司，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就最近好像蛮多粉丝在反映说什么生铁针怎么还没有收到货啊，八月没有生铁针，现在九月了，然后还有什么哦直播表现在没有更新，但我都不知道啊，因为现在公司搞不好没有人，可能人去楼空了也说不定，因为我不会去公司啊，我真的不知道啦，我真的不知道，可能他真的没有人了。以为我们练舞前会去公司，结果不会啊！哦，对，而且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哦，对，就是上次小雨不是送了我这个仓鼠的包包吗？然后那天他礼拜六送我嘛，然后我就想说，那礼拜天练舞的时候我要背着这个包包出门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在纠结到底要不要背，然后呢，居然有粉丝说，啊，不然把这个包包先放公司。然后再去练，我想说有何逻辑吗？就是我这超 confused 这句话，但我当下我忍住，我决定不回复。但是就是这个是很，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一个超大的问题呢？就是因为首先根本就没人说过练舞是在公司啊，谁跟你们说练舞是在公司了？就是。为什么我练舞我又不在公司，我还要把这个包包背去公司，然后再去练舞，就超不合逻辑的。正常粉丝不知道情况是不知道情况没错，可是为什么要预判是在公司练习呢？就是我也没有讲过是在公司练习，为什么大家会预设是在公司练习？就是我自己会很不懂。这件事情就是练舞本来就没有说一定要在公司啊，那你有想过如果说就是练舞不在公司，然后我还要把这个东西带去公司然后再去练舞，就是这很诡异。所以大家都以为我们会在公司练舞，其实真的不是哎、欸，就是我们平常就真的没有去公司，我们就是在外面的，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舞蹈教室啊，就是我们就是去外面借外面的舞蹈教室，然后可能每次也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听到叫我去放公司，然后再去练舞，我想说，就是。练舞真的就是没有在公司哎、欸，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困惑的点就是呢，就算今天练舞真的是在公司好了。那我为什么就是很，我会觉得很不合逻辑的，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上礼拜六练舞，你们预设我是在公司练舞嘛，然后我在公司练完舞之后，我把这个东西带回家，然后隔天我要背它出门，然后你们叫我再带去公司，然后放在公司，然后再回家，就是这个还是很奇怪啊，就是我干嘛把它从公司带回家，然后再放在公司，然后下次再带回来，就是那我干嘛一开始要带它回家？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整个话是超出我理解的范围。资讯不对称，所以我那时候，我其实那当下真的很想要吐槽，就是。但是我后来冷下来，就我想说，对，大家可能没有很了解我们练舞并不是在公司这件事情，但是我并不想多做解释，我就觉得就算了这样子。可是因为我真的是就是太困惑了，所以我今天我还是忍不住讲，但我当下是，对，我当下是原本想吐槽一下，但是我后来就觉得我就是每天这样我吐槽不完，所以我后来就冷下来了。不是啊，因为我当时犹豫的点就是说，就是这个东西它下雨天出门是肯定
会淋到雨的，而且背着它我是撑不到伞的，因为它是会整个凸在后面。对啊，那我既然我干嘛要冒着下雨的风险把它背出门，然后再把它放在公司，就是很，我还是觉得很不合逻辑。但是因为我并不想，就是你知道，总是在吐槽粉丝，就是我每天会吐槽不完，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不要什么都吐槽。不是啊，就下雨天就不一定要背它，就下次再背就好了，又不是不会背。而且其实我以为这个包包它是一个后背包，然后它后面有拉链嘛，然后我原本以为它拉开里面是可以放东西，就我那天想说，要背它出门，想，然后就拉开，就发现它里面根本没有空间放东西耶，就是它没有留一个空间给我放东西耶，就这里面我到底是要放，我放我的钱包都进去了，看到我进去了，不是这。魔术大空间，反正我那时候，为什么啊？反正我那时候拉开，我想说，不是，它完全没有留空间，怎么可能背出门啊？其实好像也许是能放东西的。但最近会下雨啊，我出门我还得要放一只雨伞，是肯定放不进去的啊。下雨天我绝对不背它，那我出门还一定要有耳机，再放个耳机。出门还要什么？出门还需要悠游卡，钥匙，基本上钥匙、耳机、钥匙、手机、钱包、钥匙、悠游卡、耳机，这样就可以出门了。意外的可以耶。化妆包，再塞一个唇膏，还有什么？你们还想塞什么进去？它意外的可以放蛮多东西的吧？都放了那么多东西，意外的还蛮多东西的嘛，然后它这里还有那个手手可以放进去，是冬天的时候可以取暖，可以暖手。还要带水哦，对吼，水可能没有办法。小的看可不可以？其实，意外的可以吗？但这个水瓶有点小。但是我现在没有适合的 size。谢谢小熊来救救你哦！你是四次元吗？我不知道哎，怎么塞得进去啊？这样超难拿的，不会啊，就很像解剖它一样哎，你
你要什么东西？要水是不是？来，这里有。要什么？补个妆。每次我化妆的时候，奶奶都会吐槽我很吵，就是因为我脸颊很多肉嘛。然后每次上那个粉扑的时候啊，就是我拍到我的颊囊，就是拍这里都正常。然后每次拍到我颊囊这边的时候，就是你们有听到吗？就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我颊囊那边有空气，所以我拍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啵啵啵的声音。然后每次我化妆，就是拍到这边的时候，奶奶就说你化妆很吵哎，为什么会有声音啊？就说哦，脸颊肉就很多没，就会有那个啪啪啪的，你们懂吗？就是这个，因为奶奶她很瘦，就是这边她没有肉，她怎么拍就是是骨头嘛，没有声音。可是因为我颊囊，所以我拍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啊？就是那个声音不一样，我奶奶就不能理解，因为化个妆是那么吵，就是我这脸颊肉很多嘛，你有没有颊囊？你懂我？对。可是化妆的时候常常嘴巴会开开的、啊，你们懂吗？就是可能画眼线那种，就是会，然后画唇膏也要嘴巴开开啊。化妆怎么在打自己巴掌？没有，才不是。欸，其实意外的，好像可以装蛮多东西的耶。但是这个水平应该不可能了吧？这好像是这个太大，这个是600ml的，可能就不行。这个如果能够进去，我真的就服了它了。这感觉不行，感觉如果带它的话，应该钱包要拿出来。我觉得应该不行。等一下，我先把其他东西拿出来。那我的水怎么漏出来？我看它可以多深啊，一样不行，太大了，而且它横的好像也不太能进去。你又不行，不行，这个水瓶太大了，放弃。它除了它漏水了吗 ？No， 反正 OK， 反正除了这个水瓶之外，其他人的都不是其他人，其他东西可以进去。意外的放蛮多东西，我刚才放了一个粉饼、耳机、钱包。钥匙、水瓶、唇膏讲过了吗？还放蛮多东西的、欸。哦，这首好好听、啊，就是 Funk Q 跟 CED 的《一生玄命》。好听，我刚才听起来，然后这贝斯也太好听了。今天这个就是小雨送我的仓鼠后背包，小雨真的很可爱，而且他怎么会送27岁的姐姐这么可爱的仓鼠包包呢？他怎么会觉得27岁的姐姐会背这个出门呢？小雨。我还真的会背嘞，好可爱哟、哦！你看，可爱。我没有办法跟他同时出现在镜头，我就说他太鼓了，就下雨天一定会淋到。可爱。Thank you.
就觉得我会飞，很可爱耶。我一开始以为是娃娃，就打开之后发现，原来是后背包。而且他，我那天要背他出门，然后我本来打开，我想说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放东西，因为他全部都是满的，就是没有地方，没有一个洞可以放。他棉花塞太满，就我刚刚意外的放了很多东西耶，真的下次可以这样出门耶，太酷了吧！我真的是。我刚才体悟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人不要觉得自己不可能哎，不要妄自菲薄，你不要觉得自己不行哎，就像这个仓鼠旁边，它是没有空也不可能再塞，结果放一个、两个、三个，越放越多哎，就是你不要觉得自己不行哎，你可以的，仓鼠你可以的，对我对自己说哎。怎么会这样？很神奇耶！魔术大空间。感觉就很适合圣诞 T。我握手会的时候穿圣诞 T， 加这个仓鼠包包，已经配好了。棉花可以压缩的体积很大，我就说我。根本就不是胖，我只是比较蓬松而已。你们看我这个，我一压缩又都好瘦，我只是比较蓬松而已。对，精神喊话，我是常常会对自己精神喊话。一个背包却衍生一个很励志的故事，真的，我也没想到。那谢谢小雨。哦，对，而且那天看到小雨的妹妹，我跟他们讲，那天就是练习结束之后，然后小雨就说叫我等他一下，他就说他有东西要拿给我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就问我可以跟他一起下楼吗？那他就，好啊。然后就我下楼之后，我想说，应该是因为平常小雨都是有他爸爸妈妈接送嘛，我就想说应该又是他爸爸了吧，因为他爸爸我都见过了。对，我见过了。我想说，应该是他爸爸可能就是帮他带过来，还是怎么样？他就不是，出现的是一个1/3 mini 版的小雨，且脸长一模一样，他那个脸颊肉就这么一模一样。然后是他拿给小雨的，所以我这个包包是经过小雨妹妹手部交给小雨，然后再拿到我的手上的，融化。脸颊肉的基因很强哎，就怎么可以一模模一样样啊？就小雨的妹妹就跟小雨真的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是 mini size 的，超可爱。1/3也是蛮高，1/3。然后小雨现在应该是160。计算机在哪里呀、啊？然后我不知道计算机在哪里。我找不到计算机。我要 Google 搜寻计算。出来可以啊，160，我们算，我想一下，算159，的1/3，106公分，就差不多是106公分的小鱼啊，好可爱！150的三分的不是啊，可是小雨已经160啦。只是我们从不知道我算。
算比你们快，好不好？我只是用159去算比较好整除而已。官网是15，它早就超过我的身高了。官网就没有在更新哦。有点卡，我今天开一个小时都是卡的，跟你们一样。我讲完160，很快就有人说160啊！我就想自己算不行啊，我就不喜欢当伸手牌，我就喜欢自己算。iPad 没有内建计算机，害我找好久。救命！我现在直播真的是卡爆哎！我是被 FBI 关切了吗？我是被关切了吗？可是我手机摸起来不烫啊！已经看很久幻灯片，好烦哦。OK， 怎么办？不要再卡了啦！FBI 又在关注我，你还那么关注我吗？为什么声音很顺？不知道我到底在卡什么。他是不是在外面敲门？才没有！现在七月不要讲这种恐怖的话。还是电信的那个叫什么、啊、网路基地台被风吹倒了。进来就没顺过，怎么办？进下面点。那我真的，我其实手机现在没有很烫。嗯，越来越卡的趋势。我们进一下冰箱好了。受不了，受不了。大家又来到了我们参观冰箱的时间，你们关个15秒，好好反省一下。我这下网络卡爆，15秒反省一下好不好？虽然是对哈，不是你们的问题，我会在外面等你们。算了吗？15秒够吗？不是不够啊，好像还在卡耶。嗯，那再15秒，再15秒。再反省一下好不好？不要再卡了啦！再15秒。One,
OK。哎、欸，哎、欸，还是不稳呢、欸。不管了啦。好硬，好硬呢、欸。怎么一直不稳？为什么一直不稳？我要去换电池了，我这礼拜一定会去换。要不要重开看看？有吗？好，我重开看看。一个小时，我重开，大家要回来哦，大家要回来哦，我重开看看。信号的问题。我重开一次看看，如果还是很不稳就算了。大家回来哦，我想一下，我现在重开可能休息个五分钟，五分钟十五分好了，十五分的时候我再开，大家记得回来。我是4G啊，而且满格，我不知道。